如何在你新建的这个世界里面进行浏览呢？有几种方式，你可以通过鼠标右键啊，按住鼠标右键来移动鼠标，然后另外呢，可以按住鼠标右键，然后按下 WSAD，W 就是往前面走，S 就是往后面，A 就是往左边，D 就是往右边啊，就和我们的这一个其他游戏非常非常类似。如果你想对它进行这样的旋转，既移动啊又旋转，你可以通过就是什么，按 WSAD 和鼠标移动一起啊，通这种方式来进行浏览。相信玩游戏的同学们呢，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非常非常简单这样子。另外还有两个快捷键，就是往上往下啊，你可以通过 Q 按住鼠标右键，然后通过 Q，你可以看到往下走，然后键盘上的一啊往上走，Q 和一就是上下啊。注意这个时候我是按住了鼠标的右键啊，按住鼠标右键来进行上下。另外呢还有两个快捷键，你通过按住鼠标右键。你试一下按着键盘 Z 键和 C，可以对镜头呢来进行焦段的切换啊。当然这个只是预览，当我松开之后，它又会弹回去啊，又会弹回去。按住鼠标右键，按 Z 键，或者是按 C 啊。好，这些呢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些浏览你的世界的一些方法啊。这些快捷键呢，一定得要记住。